當超稱呼佢啊，大師兄之前再大超大師兄。點解咧？因為咧，佢喺我哋多倫多長生學第一期開始之前，佢已經係學習咗長生學噶啦。咁係我哋第一期之前嘅大大師兄。咁我哋想請師兄咧分享一下佢呢幾年學長生學嘅經驗啊，有咩嘅好嘅告誡嚟教下我哋啲後輩啊咁。首先要多謝阿柯師兄啊 ，Kimmy 即係帶長生學嚟多倫多。咁咧就嗰次咁啱我係喺2012年2月底3月佢收我翻香港嘅時候問我：喂，香港開班喎，你學唔學啊？我好啊好啊好。咁阿柯師兄就問啦，打電話俾阿魏老師，好多謝阿老師幫我擺咗落去，咁我可以喺香港度學咗長生學。跟住翻嚟咧就3月份開始我就做義工。在5月份我哋開班，原本我係諗住5月份學嘅，咁但係就因為真緣際會咧，我就早咗學，咁我做義工。當初嘅時候，全部嘅6個義工，包括阿柯同埋 Kitty， 我太太，另外阿黃德文師兄、Eva 師姐6個，由3月份到5月份開班呢段時間，我每一個禮拜都開始做義工幫人調整。咁就每一日個星期日咧都要做20-30個病者，咁你話係要做幾耐咧？都幾忙下嘅其實。咁到到過去嗰幾年嘅時候咧，我睇到就話我哋見過嘅有啲末期肝癌嘅，睇住佢坐輪椅抬入嚟保子樓，咁喺2-3個月調整之下咧。我係見到佢自己坐車落車行入嚟呢個年頭，但係醫生係俾3個月命佢，或者3個月時間。雖然最後佢都走咗，但係過程中係我哋睇到個變化係佢臨尾嗰，我知道係一路拖咗1年多佢先走嘅。咁但係佢後面嗰段時間嘅生活嘅質素係好大改變。唔使影響咁大，起碼可以自由行動，啊，只行得喐得，咁你個心情都好好多，唔使負累嘅家人咁多。咁其實我依家上嚟咧，就係想分享幾樣嘢嘅。有第一樣嘢就話感覺呢樣嘢，哇！嗰啲氣有啲聲話好犀利，咁咁聲嚟 ，feel 到熱，係會係有嘅。咁但係在中，我相信有啲人都未有咩特別感覺，唔好擔心啊！我哋初初學嘅時候喺香港嘅時候都唔係好大感覺嘅。不過你記住一樣嘢就話，你睇下你嘅幫人，你幫人調整，調整咗之後嗰、那個病患者佢嘅進展，你就知道長生學有效。感覺嘅嘢係因人而異。唔係個個有咁大嘅反應，所以唔需要擔心。哎呀，我感覺唔到嗰啲氣，我感覺到個能量。其實有嘅，你唔覺嘅啫。可能有啲人係需要遲少少先感覺到。只要你勤力做多啲功課，做多啲義工幫人調整多啲，好快你就好似我哋咁一樣感覺到。當然，當你做咗上咗高級班之後咧，感覺。嚟得快啲、強啲，呢樣係我個人感受，就係、是、感覺嗰方面咧，就係唔好介意其他人點講，自己做多次本分，做多啲功課，慢慢你就會感覺到長生學俾你嘅能量。咁另外咧就話有啲就係話咁多年嚟，我哋做長生學，初初嘅時候我係冇人。話俾你聽點做，除咗上課之後時候老師教嘅嘢之外，咁遇到新嘅問題點算咧？我哋就問阿坡，坡就打電話俾魏老師，魏老師解答我哋就開始分享咁樣嘅。咁累積咗咁多年啦，都今年係踏入第6年啦。咁我哋就見到好多人新嘅病患者嚟到問我哋問症。問你邊度唔舒服啊？邊度痛啊？咁做咗先調整先啦。咁但係好多人嚟填嗰份表嘅時候咧，就填手痛腳痛，
面算背诵文。咁我通常我就会问佢：你腰酸背痛边度痛啊？啊，你有睇个医生未？医生话咩事？咁我哋跟住医生讲佢个病情，睇佢嘅原位相关嘅原位，再加以调整。除咗止痛，即首先做咗痛嘅唔舒服嘅地方之外咧，佢睇佢本身个病情系属于咩病，有咩相关嘅原位，嚟调整个原位，咁啊事半功倍，个效果做唔好。因为我哋系长生学，系一种能量疗法。长生学咧就系一种能量增强你本身嘅气，所谓气就是你嘅免疫系统，你嘅免疫系统强咗。是你自己醫好自己的，我們是幫助你去打這場仗，好像 Grace 我們有很多師兄幫助打這場仗，就是我們給了能量他，增強他本身的免疫系統去打仗。人是神奇，免疫系統是很強，但是當你病患的時候，你的免疫系統變得弱，就靠外來的能量，我們長生學去支持他，希望他可以增強。所以我哋係去問清楚，如果佢個佢唔清楚自己病情係點樣咧，我就只好邊度唔舒服調咗邊度唔舒服，鼓勵佢睇醫生，等醫生去斷咗佢病情，我哋先可以喺個病情之後，根據相關嘅穴位去做調整，咁我哋個效果就會更加好。啊，咁另外就我哋跟住落嚟會有個更好嘅例證俾大家分享嘅。我哋好多謝啊，周柏嶺師兄咧係俾我哋嘅鼓勵同埋一啲嘅建議嘅，咁係好實際，啱啱用啊，係啊，非常之好嘅實證嗬，咁啊多謝周師兄嘅。